9:15，我竟然还没出门钓鱼。你等下烦恼，不知道去哪边钓鱼。我要乱丢烟火。这边很久没有来了，在下面那里，我可以下去了。哎，垃圾！我要吸很多鱼了，鱼在翻，随便一丢就把垃圾丢在那里，然后让水冲下去，他就不负责任了，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为。介绍的磁场，来看看好了。换一些钩子，换比较小一点钩。这个小金牌，测试一下别的饵看看。
钓不到大的，逼我使出绝招吗？三 C 总有鱼吧，这个不进不离啊。扔鱼啊？你有看过这种东西吗？怎么这么瘦？不太像乌溜，也不太像海莲，什么东西？乌尾冬也不像啊，你知道吗？是什么东西？这条什么蛙龟？他不闻。又可以啊。啊，我那个钩子算是大的，所以钓这个很方便，但没感染。这有螺类，你看。它这个一高，这一种的就比较正常。这一条都没有什么感染。方向也，没有。还是没有拉到像样的鱼、啊。我要使出终极必杀大绝招，必杀技。